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同埋特區政府咧，已經就事件作出咗聲明。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已經係強烈反對同埋譴責英國喺編造呢個所謂嘅案件，同埋對特區嘅無理指控，亦都已經向英方提出嚴肅嘅交涉。特區政府亦都已經要求駐港嘅英國總領事提供俾我哋呢件事情嘅詳細情況。我哋係已經要求英國政府去公正處理呢件事情，要確保有關嘅經貿辦職員佢嘅權益受到保障，亦都必須確保我哋經貿辦嘅正常運作不受影響。任何對特區政府嘅無理指控都不能接受。